今天要来换三洋机车 GT 电瓶，因为它现在变成 11.7。好了，那最近啊，为什么很喜欢就是 DIY 啊？因为自从自己换 MacBook 三寸的电池，跟上次电动滑板坏掉之后，那我就上网啊找一些影片来学学看怎么去修理这些坏掉的机器。那今天同时啊，就来试试看换电瓶。如果去机车行换的话，价位介于1200到1500，我就自己上网找一下说，真的还是有人在教怎么换电瓶。这个网络上买700块。然后就是要换之前啊，就是它还是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，就是要如何把电池加入电解液。当你拿出这个完整的电池的时候，你有看到一个封条，然后把这个封条撕掉之后，再拿出电解液。那电解液有一个黑色的盖条，那把盖条取下之后，再把电解液的口对到需要注入电池的口，然后紧密的接在一起。等它流完之后，我们再等大概20到30分钟。有没有很简单？完成注入电解液之后啊，你现在就来换看。好，那换之前啊，就是去买的时候，他说是咖喱咖喱，然后这个是套组，然后还有就是上面有10跟8mm 的一个转接头吧。好，那在拆之前啊，我内心有一直记住一个口诀，就是也是提醒自己，就是拆电池的时候，等一下要先拆负，然后再拆正，然后装进去的时候先装正，再装负，这样就完成啦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吧，有点紧张。好，一开始是用10，蛮好就拆下来了。我靠，完蛋了！为什么突然跳到这里啊？因为悲剧，我买的工具啊是不能用的，所以我刚刚又去五金行买了这一组，花了我950。所以我今天做了个蠢事，就是我刚刚讲说 DIY 可以省钱，然后又可以成就感。我看今天没有省钱，就是成就感。就顺便给大家知道说，如果你只要换这些东西啊，其实你这工具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再来试试看拆这些东西。今天真的是悲剧，我没有带剪刀，怎么办？荒郊野外的要跟谁借剪刀？5 minutes later， 好了，费尽千辛万苦啊，终于拿到工具了，终于可以来好好的拆解一下，拆解看看，好，拆下来，好，接下来就是还有拆这边，然后还有拆这边，其实要拆的东西还蛮多的。然后又要自拆自拍，太难了吧？还有这里要拆，还有这里，哎呀，好了，碰到难题啦，就是里面这个螺丝超紧的，整个就是不能开啊，完蛋了，整个就是超紧。终于开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的经验是里面这个超难用的。这个好，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拿起来，那刚才有讲的先拆负再拆正，然后这里我记得是要用8，是8吗？不是8哦，还是10呢？哦，是10，所以这个其实也是10，不是8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！哇，这一片在这边真的是蛮麻烦的，但我拆不起来。想到可以这样子。哦，我火大了！干！好了，拆下一个，然后再拆正。哦，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拿起来。哇，其实还蛮重的。好啦，那现在就是要把电池装上去，进去。装回去的时候是先装正，
再装副。好，再装副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壳啊那些都放进去。好的，都装好了，然后我的手也是超脏的，所以我现在去发动看看，历史性的一刻。我成功了。其实我的心得是说，你要在做 DIY 之前啊，真的是工具，我觉得工具真的很重要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啊，当然就是女孩们可以要求男朋友可以来帮你修车，或者是男生如果你喜欢这种 DIY 的话，你也可以来试试看。那当然呢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分享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。